Katie. Yeah, my jacket is, has some Japanese feel, and my T-shirt is inspired from Star Wars, this movie. Yeah, it's a Nico. He's really like this movie, and so I'm like too. Thank you. Hi. Hi. Give me one moment. Let me just find the wrong one. Hello, hello, hello. Mira 跟好 model 的身材真的很好。雖然時間不多，但我們都有稍微走一走。我覺得其實即不用說特別去什麼地方，我覺得 就這樣走一條街道，其實他們所有的建築物已經很漂亮了，對。所以還有自己最想吃的東西就是蝸牛咯，是，因為都知道蝸牛是巴黎很出名的一樣食物，所以有機會都想試一下。大家好，我们是 Mira 江涛。那我们今天来到巴黎 Cancel 的 SS 2025年的 Fashion Show。那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穿搭吧。先好了，好，那我今天的服装呢，整体是像一个日本传统的服装的感觉。好，那里面的衣服呢，也是设计师 Nico 他在 Star Wars 这个电影里面拿了很多灵感。那你会看到里面很多星星、月亮，还有珍珠，那它一个这个圣雪的图案。那我也是觉得整体非常的有型。Okay. Okay. So just one. Nah, that's enough. Two more. No, I'm completely. I know you're very busy, right? Hi. Hi. How are you doing? Okay. Thank you.今天的外套呢就很有日本傳統服裝的那些味道，裡面的衣服都是 Nico 設計師，他在 Star Wars 這一套戲裡面拿了很多靈感，包括有很多太空的元素，都有一些珍珠啊，還有老虎這些 signature 的圖案，我自己都很喜歡，都有想真的走下一些很著名的景點啦，因為我覺得我們雖然時間很短，即是你說的羅浮宮啊，或者說巴黎鐵塔那些，其實我們都真的很想打一下鏡頭試試今天的穿搭咯。咁我今天呢個外套咧，係有日本傳統服裝的味道的感覺嘅。你睇佢嘅袖就知啦。咁啊，入邊嘅衫亦都係 Nico 設計師佢喺 Star Wars 呢一套戲入邊攞到嘅好多靈感，所以入邊有好多星星啊、月亮啊，仲有好多珍珠嘅元素，所以自己都好中意，好有型。Hello， 我係姜圖。係，我呢一套衫係 Nico 嘅靈感來自於 Star Wars 呢套戲啦。咁佢入邊有好多珍珠嘅元素啦，同埋老虎元素，都有好多月亮啊、星星啊咁樣。咁亦都係一個，我覺得好有太空感。咁我今日呢個外套咧，好有日本傳統服裝嗰一啲味道啦。咁入邊嘅衫亦都係 Nico 設計師佢個靈感係來自於 Star Wars 呢一套戲啦。入邊亦都有好多太空嘅元素啦，同埋老虎嘅元素，所以都係我好中意一套衫。老實講咧，就冇摸咗啲嘢嘅，冇時間啦。係啊，我哋不過有下街嘅，海旋門。
我嘅外套咧就係有日本傳統服裝嘅味道啦，入邊嘅衫亦都係 Nigo 設計師喺 Star Wars 呢一套戲入邊攞嘅靈感啦。咁你見到有好多太空嘅元素啦，同埋會見到個星星、月亮、珍珠同埋老虎呢個最 signature 嘅圖案啦。咁我自己覺得整體都好有型嘅。我今日都係著咗一個好有日本傳統服裝味道嘅一個外套啦。咁佢都係 Nigo 個靈感係來自於 Star Wars 嘅呢個電影啦。咁入邊都有好多 珍珠啊，亦都有泰格一啲图案，所以我都好中意。我跟头，耶，唔会落雨今日，开心，一定唔会。Squad嘅读者大家好，我们是 Mira， 我是 Mira 的江涛。好，我们今天来到巴黎 Cancel SS 2025年的 Fashion Show。那我们今天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穿搭好了，那我先吧。 我这个外套呢是很有日本传统服装的味道，那里面的衣服呢也是Nigo 他这个设计师他在 Star Wars 这个电影里面拿到了很多灵感，包括有很多星星月亮的元素，那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的有型。 Thank you so much.
带什么？变这么慢了，说我。